来认真看教练哦，等一下才能回去哦。谁？哦，太早来探班看到他了。我跟阿公拿到这边了。以前我老公的舅舅来看他，他只要来看他，他就毁了，所以后来他都躲在树旁边看他。他蛮聪明的嘛，欸，他真的很好油漆呢，哈。很棒哦！Oh my god！认真，很好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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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头发是你拉的吗？不可能啊。Right. That's. Oh, man. Right. That's. Right.